这两只是紧急打捞的，一个晚上被吃到剩下的两只。超可爱的锅子，它还附了这个，还有盖子。成功。需要两只手。我就不是单手，还刺不了你。算了，来切看看，这包可别切。天哪，我也是一个蛋饼师傅，可以卖早餐了。看看那个颜色多么漂亮 ！Oh my god！
我真的是厨房小天才吧？哇！太好吃了！散步的时候觉得这个景色太美了，你看丁香玫瑰开的好美哦，这是江苏的厂商，然后这个好像是北京的商家，对，他们都是丁香玫瑰，但是这个花型很有玫瑰的样子。然后这个是，这也是第一次他送来的，这个是北京的那一家，这叫做红蝴蝶，非洲红柳，这个是红波，这个是血心兰。然后这个是翠柳，然后这个像是树一样的就是绿菊，绿菊还有金鱼藻，金鱼藻在这里。然后我的一叶莲开花了，我赶快把它救上来，才不会被鱼吃掉，才不会被鱼吃掉。你就先躺在这里吧，睡美人。它的根茎长得超长的，然后它其实下面呢、下面的茎非常长，我就把它顺到下面去。然后上面这个其实是假苔藓，但是我上面种了很多那种水草对叶，就会变得很漂亮。从刚才听那么可爱，就是说目前大部分游戏和电影最平衡性或者就是没做好 CC 的威力被极度弱化，像使命召唤16这一段，如果只有人身上的 CC 爆炸，在这种秘密空间基本没有幸存可能。C 四是非常安全的炸药，不怕碰撞，不怕枪击，即使是扔在火里。
吃看看够呛的牛肉汉堡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Becca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桂花栗子。电了，要这个嘛，对不对？两份这个，要230克还是280克？230克。5分7分。5分，谢谢。
在睡觉，斗鱼在哪来睡觉？哎，Commander will not relent. I cannot bear you to see you hurt. You must leave this place.干嘛？有什么事吗？
放松跑盘，我看了一年老鸡掰。一直在睡觉的斗鱼，斗鱼它非常喜欢在一个平坦的浅滩上睡觉。昨天进来的黄金蝴蝶龙凤，超漂亮，超漂亮，第一次叫 S， 我第一次。